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刚才就是路过的时候，就是路过这条街的时候呢，听到有隐隐的音乐声，然后呢结果呢就是来到了这么一片广场舞之地，这让我想起了童年时期，就是在我们小区里的时候，那种一到晚上八点钟就会有那种老奶奶出来跳舞，我想进去融入一下他们。那个大爷跳不跳？